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深读君作为医学科普界最耀眼的网红，就高血压治疗问题整了一个小动画，请各位捧个场，点个赞呗。高血压一般用药物治疗，心功能是影响血压高低的关键因素，贝塔受体阻滞剂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调整血压的。心脏，心脏兴奋，泵血总量增加，血压升高。肾上腺素能让心脏亢奋，只要霸占了它在心脏上安插的接收器贝塔受体，心脏就能摆脱肾上腺素的影响。贝塔受体阻滞剂就是霸占接收装置的一种降压药，该类药物的代表是普奈洛尔、美托洛尔、比索洛尔等，适合心率较快的高血压患者，心率较慢的人慎用，它会让你心脏跳得更慢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